其实我嘛唔知啊，自由发挥，敢是我要爱。但是我会当确定的是，何昌烈白死，每工吼拢是一步一步照伊规矩来做，迄毋是我要爱啊。我嘛无想要甲回头，我要爱的是我会当做我家己家己的努力。安尼你就会当好好发挥啊，这也是足好诶。我小秋，我感觉我这红只是一时的尔。上电视节目写到发挥无唔对，不过当我若是袂红，啊无都做头路，无工课，啊无都趁食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饲你啊！只要你会当参像即马遐尼快乐，我一定支持你，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。我直接入啊厨房，专门叫大龙来吃。而且经理不是放你有薪假，你也向早顿啊。我有我的顾虑，有一个代志，我希望会当用新政处处的身份甲大家讲。阿光，你是我好捌一个，也是我伫工课上上过得力的助手。你向你真认真，而且你嘛独当一面的能力。不过你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遇到突发状况的时阵会乱了手脚，这点你一定要改进，要有家己较定定的，知无？我知影。要到恁大家，恁也会记我甲恁教的物件，做料理要将心放伫内底，就亲像咧做予你家己心爱的人食同款，安尼料理才会好食。是。张正凯，啊，你不是搁你放无薪假？你倒来饭店创啥物啊？我今日并无联络你倒来上班呐。嘿，啊，你竟然敢大珠大意倒来饭店，还搁找这总破西伫做精神训话？你真正无把我这个经理放伫个眼内哦？你叫是你是谁啊？伫个网络上淡薄受了注意，小可够人气尔，就叫是甲你请甲抓袂掉啊！我甲你讲啊，我这条丝巾是我第一天来饭店时阵，头家亲手为我夹起。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就对这间饭店有强烈的归属感。哎呦，啊！我甲你讲，当你甲我讲西，真正是鸡同鸭讲呢。在我做行政主厨这段期间，我相信我无辜负头家对我的期望。我相信有个人啊，在工作上。敢用投机取巧、仗势欺人，心情不好的时阵，就摕王刚来出气。我即马就是咧讲你，我忍你介久啊！你竟然跟我应出应进啊！你莫继续收我话通讨，伊唔想你放煞离开台湾，我一定要甲头家讲，叫伊马上把你开除啦！无需要麻烦啊，我已经甲头家请示啊，我今日来到这，是要甲代志交代清楚。你也搞清楚，今仔日不是你搞我开除，是我家己要走的。因为我不是要跟你这种恶心的官僚继续做工会。对，水啦，水啦，张正凯，赞啦，对就是对，张正凯，张正凯，当年为餐饮科毕业的学生这么多，你真正就是你做这行政主厨的做了不起的。卖伤水面啦！我甲你讲，比你厉害的人哦，太多家啦，卖叫是阮无你袂用的。真正是气死我！张德凯，你给我来给你！Yes， 大功告成，即个直播改了做顺利的，会当存档啊！